备闸前啊！皇马不准备堕落五场赛事四番千二米嘅短途赛，随时起步啊！五大热，黄继举，好你一开闸嘅时候咧，星光大师唔快、啊，前面快嘅马八心之友上面、啊，咁啊内栏位置咧仲有呢只好力王啦、啊，咁啊出边咧就英姿茂盛，中间绿色衫就喜德龙啊，外边仲有美丽之友啊，后多浸嘅马啦，内栏星光大师啦、啊，再后边先见到红旗星将啊，接入去内栏有八太子。尾三黄眼罩驾驭，尾二红富精神包咗落尾咧，就嗰只魅力之子嚟噶。好啦，对面直攞中尾段啦，前面八心之友放咗出嚟跑，跟住第二位英姿茂盛啊，第三位内栏位置就好力王啊，出边拍住佢咧，仲有只喜德龙啦，再后边内栏第五位星光大师出边啊上面啦，中档第七位咧，咁啊仲有呢只红旗星象啊，再后边内栏八太之后多少先都红富精神啦，外边嘅马有驾驭啊，揈到最出美丽之友包咗落尾就魅力之子嚟噶。好啦，正直路啦，前面八心之友咧就放住入嚟噶啦，跟住第二位嘅马，中间有英姿茂盛啦，再喺入边上有好力王，中档追就喜德龙，再喺后边嘅马咧就系呢只红旗星将，摄入去入边咧仲有魅力之子，最后百零米啦，喜德龙咧占先啦，入边拍住嚟斗友呢只就好力王，出边红旗星将过咗呢，喜德龙赢啊，跑第二名埋边，好力王啊，第三名嘅马咧就比较近啲啦，似乎红旗星将嘅机会比较高啲啊，结果呢只咧喜德龙。咁啊，唔係放喎，加眼罩佢跟住二搭第三四位嘅追人哋贏我，跑第二名嘅馬咧埋邊係好力王，第三名咧就紅旗星象，第四名係八太子啊。啊，九号嘅喜德龙啊，背汤尾啊，咪剩翻赢咗翻场啦。咁啊，跑第二名见到一号嘅好力王啊，杜利来，第三名咧八号嘅红旗星象奇宝敦，第四名啊五号嘅八太子啊，咪潘顿啦。后尾就十四倍啊，呢只喜德龙啊。今日加咗眼罩，稍稍留住咁啊，入直路上嚟，过咗里边一号嗰笔啊，好力王，红旗星象咁啊，又系都系三至五名嗰啲位啊，今日第三。好啦，喜德龙啊，见到咧背汤尾，咁啊方家柏咁样就起孖啦。咁啊先赢唐痴豆啦，头场啊呢只都十四倍半冷门嚟。一九 Q 都过千蚊啊！好啦，睇睇个预计派彩啦。咁跑第一名就九号嘅喜德龙啊，独赢派148蚊，位置派42.5。跑第二名系一号嘅好力王，位置派41蚊。跑第三名系八号嘅红旗星象，位置派18蚊。跑第四名系五号嘅八太子，连赢一搭九派1196.5。三重彩九号、一号、八号顺序派12823蚊，单 T 派2367蚊。位置 Q 一搭九派369.5，八搭九派137.5，一搭八派168.5。
三拣一嘅预计派彩，胜出嘅系 A 二隔夜半热门派21蚊。四连环预计派彩，1号、5号、8号、9号派1328蚊。四重彩9号、1号、8号、5号顺序派48368蚊。都好多马迷同阿贝汤未打气喎，现场都睇翻场内影片啦。起步啦，大家都算几齐啦，稍微有啲挤碰咧。出边八太子啊、魅力之子个堆啦，前面八心之外出嚟抢嘅，咁啊隔篱位置系上面啦，内侧位置见到喜德郎同埋好力王啦，出边仲有一只英姿茂盛同埋美丽之友嘅，咁啊第七位就红旗星将啦，黄眼周就驾月，咁啊左手边就系红富精神啦。内栏位置啦，咁啊见到嗰只就八太子啦，出翻就一个贴栏位置啦，个包尾咧就魅力之子。大熱門嗰只八心之後咧，就早段都俾人頂得幾緊要噶，第一個彎都三碟，嘥咗幾多力先殺到埋嚟嘅，依家貼到欄。咁啊，喜德龍今日早段喐咗幾步，咁啊見多馬搶咧就選特定，啊定一定有效果又唔錯啊，都冇乜幾好見到識追嘅啫。後面嗰只紅旗星將已經熬緊啦，粉紅三個匹啦，咁啊八太子喺裏邊內側啦，咁啊睇下點樣搶位啊，大家直路。紅旗星將啊，即係因為個檔位就跟前咗啦，咁啊騎落去真係入去。追得唔好劲啊！佢反而掉翻八太子入去啊！八太子而家望空先再上嘅。我八心之云都站咗个位，今日佢跟得好前啊，估唔到黄金包双位。落翻条 Q 啦，好力王啊！好啦，福榜完毕，派彩都作实噶啦。位置 Q 派彩，一搭九派369.5，八搭九派137.5，一搭八派168.5。三拣一派彩，胜出嘅系 A 二隔夜半热门派21蚊。四连环派彩，1号、5号、8号、9号派1328蚊。四重彩9号、1号、8号、5号顺序派48368蚊。马步派彩，头关1号，尾关9号，派2138.5。头关1号，尾关1号，派101蚊。同埋分段时间，头段23秒96，第二段22秒84，末段23秒79，总时间1分10秒59。